在希腊当地，那个希腊卷饼大概有分两种，斯巴克叫做烤肉串，一样卷在卷饼里，烤肉串才是最经典的。中国信托的私人招待所，就是服务 VIP， 就是服务董事长胡仲亮先生，他比较蛮注意细节，就是我刚好也注意到了，对，那他就有注意到说，哎，喂，不错哦，这个年轻人，自己讲，把我带在身边。到哪边都需要由线来服务。那我一开始进去就是副理，年薪哦，年薪有百万。发现有点自己做的不开心，会不会是做的太多了，导致人事的问题？就是感觉好像我没那么受欢迎。我是离职后一个礼拜才跟我老婆讲，我整个脑筋一片空白。然后我还说，你确定吗？有没有机会再跟公司谈看看？但是我的个性是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就是绝对不会再走回头路吧。我是水瓶座，太自由，不需要有人管。我想了很久，好像也只有自己开店当老板，小店就好。我说我想要卖那个韭菜盒子，韭菜盒是一个人，然后前面一个锅，每天就是做事，包啊包，喝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我就跟我老婆讨论，哎，我想要卖韭菜盒子，因为我也爱吃嘛，我爱吃韭菜。可是我不爱吃韭菜啊。哎，那好，他拒绝了嘛？那这样好了啦，我觉得。我回来台湾之后，对一个食物念念不忘。我在台湾找不到，也吃不到希腊卷饼。希腊卷饼，我给他两条路，你做得出来，我们就来做生意；你做不出来的话，你就回去上班。他在希腊吃念念不忘，到现在还忘不掉那个味道。我就一开始有点冲动，说哇，什么东西这么玄啊，这么厉害啊？没工作嘛，在家里休息嘛，就开始上网查这个影片。我看了很多 YouTube， 包含有所谓的希腊的阿基斯，他的名字还真的叫阿基斯。Hello guys, Akis here, and today we will make the best chicken souvlaki you ever tried. 好像也不难，对我这个新手，我可以自己试看看。其他的希腊的师傅怎么做，看了好几遍，然后再做笔记，然后我自己去找食材，在家里自己弄。当然一开始也不是那么顺遂啦，可能会失败。那做了很多次之后，给我老婆吃，来吃看看，她说，哎，就是那个味道。我当初是真的要考难题，我是希望他回去上班，但是我没想到那么执着，当下真的非常感动，我就说好，我们来创业吧。希腊传统的名酱叫做 tzatziki， 蒜味优格小黄瓜酱，那个酱就是灵魂。我们前后也调整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如何让这个优格变口，那研究了很久才发现是这样子的关键，把乳清滤掉，我都给它滤个一个晚上，最后可以拿来腌肉，让肉质软化。橄榄条和油，这样子大概就是80分。那刚开始当然也是没起色，因为大家对于希腊卷饼这东西或许陌生啊。那个捷运站2号出口国父纪念馆。夏天的时候，顶着38度的高温，在太阳底下做饼，他有时候就做到中暑。因为没有退路啊，他没有退路。我的个性是，我做一件事情，我就要把它做到好。房东忽然间说要把店收回去，想说哎，惨，很灰心啊。但是有时候老天爷还是有给我机会。那边在地有个停车场的老板娘，他就带我来这个早餐店门口，哎，这边可以做，我就马上把整台车推过来。不到100公尺，推过来开始继续开张做生意，在那边开始做，做到最后他可能也吓到了，哇，天哪，那好东西阿多啊！因为这个房东是经营卡拉 OK 的，比较台式一点。客人说这个感觉很冲突，里面放台语老歌，外面放那个希腊歌，然后又是外国人，我觉得有点对比。很多外国人他们有类似找到所谓的他们的家乡味，有摆了希腊国旗，而导致网络上开始有一些在台湾的希腊人。还有些电话预约的，喂，讲英文啊，他说希腊卷饼吗？你们老板是希腊人吗？你们怎么会做希腊卷饼？就
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过去。我才发现原来希腊人的个性真的很热情，很好玩。希腊餐厅叫 OPA， 他是那边的行政主厨，那他可能也是找到台北有卖 Souvlaki， 他也建议说，这个哈、希腊当地怎么做怎么做，别来个现场教学、那我也都吸收进去了。I have to tell you,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souvlakis I ever tried in Greece or Australia where I come from or even in Taipei. So please, please come at least try his souvlaki. Everything he makes is good. Enjoy, guys. 我最想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，我老婆，我妈妈。串肉的部分，我妈妈主动说她可以帮我串，还帮我带小孩，所以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爸妈。再来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亲手做希腊卷饼，给我的之前的中国信托的董事长顾仲亮先生亲手做一次，做一个希腊卷饼给他吃。我最后有传简讯给董事长，跟他说我现在在自己创业了，卖的是希腊卷饼，那很好吃，董事长我知道你一定也会喜欢吃，希望有机会你可以来吃看看。他马上回答说，Sam。就是他听到我做自己的事业成功了，他替我感到开心，替我感到骄傲。